颗真犯分尸案，结局出乎意料大反转。有一个马来西亚籍的女生，明明昨天还有上班，怎么今天就不见了？哎，隔了几天就来了。找到摩轮一就摩轮一开了，被分尸了，切成五块。警方在他们居住的对面，他去查访这个人的时候，那警方一进去闻到很多松香水的味道，已经知道这个男生的凶手是谁了。我觉得处处看我，所以他刚好两天没在家。他说回到家的时候门被反锁，破门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明星大跟班。